在线 S 系列旗舰智能手机上市以来，一直是代表着产品创新设计的先锋而亮相，并且近年来在摄影成像也有重大改进。继三星上对产品 S10 带来后置三摄试摄后，已经对摄影方面提升巨大。而且在关于即将迎来的三星 S11 系列，据说在摄影上会有更脱颖而出的成绩表现，甚至还包括带有更小的挖孔 AMOLED 屏幕。现在即将亮相的三星 S11 系列，更多细节和规格已经不断泄露开来，相信不少人在期待这款产品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最近关于它的全面细节泄露。现在来自最新的爆料显示，三星于2020年上半年发布的 S 系列旗舰产品将不会延续使用 S11 命名，而是为三星 S20 系列。它们共有三款，应该是三星 S20、S20 Plus、S20e。但现在又有新的泄露指出，其来自某知名手机壳厂商。根据说法，三星 S20 系列会变更一款为三星 S20 Ultra 作为高端机型出现。但现在还无法证实它是否有一定的可靠性。从爆料图像中能发现，该手机壳厂商提供的泄露显示， S20 产品同样推出有三款，分别命名为 S20、S20 Plus 和 S20 Ultra。 它们的屏幕直寸为 6.2 英寸、6.7 英寸和 6.9 英寸。泄露中可见，三星的小号 E 版本已经取消，迎来了 Ultra 版本，它的屏幕直寸大到 6.9 英寸，S20 和 S20 Plus 则继续保留。从去年三星 S10 系列跳转到今年的 S20 系列， S20 系列将三款产品全线支持 5G， 而 S10 系列发布的产品只有一款 S10 5G 来单独支持 5G 网络。因为去年的产品芯片还不够像2020年的芯片优秀，在 S20 系列里，这三款支持 5G 网络产品所有设备应该都具有 4G 网络支持和 5G 网络连接，而三星 S20 Ultra 在部分地区可能会被命名为 S20 Ultra 5G。 现在来自泄露指出，下一代 S20 系列屏幕尺寸会有了一定的增加，但机身大小不会变化太大，这易于高频占比带来的优势。据了解，在 S20 系列里，除了屏幕带来的增大位，他们还将在屏幕上带来一个特点，是添加了最大120Hz的屏幕刷新率。现在多家智能手机厂商还认为2020年120Hz屏幕刷新率将是非常常见的配置。另外，现在还有来自爆料达人泄露，三星 S20 系列将具有60和120Hz可设置的屏幕刷新率，并且它们之间可以任意切换，但是有些功能是会锁定一定的刷新率值的，目的是为电池带来电量最大的续航。在机身设计上，三星 S20 系列还是延续了家族风格设计，边框收紧的同时，机身线条也非常醒目，拥有亮眼的双曲面玻璃加窄边框，机身为采用金属框架和正背面玻璃材质。据描述，三星在机身的握持弧度上也拥有最佳的人体工程学原理。几个月后，三星即将会推出全新的 S20 系列。根据描述，它们将是具有后置5镜头智能手机。屏幕上，三星 S20e、S20、S20 Plus 将会采用 AMOLED 屏幕面板，尺寸也会提升为 6.2、6.7、6.9 英寸，屏幕比例都为20:9。在屏幕顶部居中带有挖孔摄像头。关于这颗挖孔镜头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占用位置要比 S10 系列和 Note 10系列的挖孔孔径要更小。同时，前置镜头像素也会进一步改善，提升自拍图像质量。另外，三星 S20 系列发布，届时会将搭载高通骁龙865处理器，或者其他地区的 Exynos 990芯片。在电池规格方面，来自网上爆料显示， S20e、S20、S20 Plus 将搭载分别为4700毫安、5000毫安和5300毫安的电池，这将是三星在 S 系列设备中提供最大的电池。比较之前参考，最大尺寸的 S10 Plus 具有4100毫安电池，而 Note 10 Plus 具有4300毫安的电池。
为了确认以上的消息是否存在真实性，现在还有一张关于 S20 Plus 泄露图像，其显示可以看到一块具有5000毫安的电池，电池的实际容量为5000毫安，额定容量为4855毫安。以上在三星电池容量的提升外，三星自然在超级快充上也有一定的改进。现在来自网络上的说法是，它会提供最快45瓦的超级快充，但是这个功率的快充默认并不会给用户，而是用户可以进行选配，默认只提供带有标准的快充25瓦。近年来，智能手机摄影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功能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成绩。在目前即将发布的三星 S20 系列中，有泄露提到了它可支持100倍变焦，无疑这个变化将成为它的一大亮点。并且三星最终为该变焦功能命名为空间缩放，它拥有原本我们不能获得的图像。在这些数据泄露中可以了解到，这颗变焦镜头拥有分辨率为4800万像素，光学变焦可能为5倍或者是10倍，数码变焦可达100倍。这种超远的变焦摄影让人很心仪，甚至我们还可能拍摄到月球。鉴于华为的变焦功能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可以改色照片质量，三星甚至也有自己的特色。另外，现在我们还可知道三星 S20 拥有后置五摄，其中它的主镜头是一颗1800像素的镜头，为其辅助主要摄影用途，另一个是长焦镜头，第三个则是广角镜头，第四个是 TOF 镜头，最后一个是夜景图像专用镜头。关于这颗夜景图像镜头，这是三星用于夜景下拍摄来提高图像质量的。据了解，三星已经在欧洲欧盟知识产权局注册了专利，该公司正在详细说明一个摄像头传感器系统，该系统很可能就会出现在未来的三星 S20 系列身上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未来它可能集成在该相机模块镜头中并成为一部分。除此以外，现在还有报道称三星还将使用1800像素传感器，并且为新的相机应用推出新功能。以来自 XDIA 论坛人员发现，三星 ONEUA 2.0 beta 4的三星相机应用程序还包括对 8K 视频录制支持，这将可能证明该功能会在三星 S20 中首次亮相。提到 8K 视频录制，其实这也并不太意味，因为 Exynos 990芯片支持 4K 120帧和 8K 30帧的视频录制，那么高通骁龙865处理器也就可能支持30帧的 8K 视频录制。对于要录制 8K 的视频手机，它输出的分辨率为7680x4320像素，其主摄像头的传感器必须能够捕捉画面约在每帧3300万像素图像，因此现在三星所做的将必须换掉其去年智能手机上的1200万镜头或者是1600万像素镜头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最新版本的相机应用程序中，三星 S20 将使用1800像素传感器，这对于完成 8K 视频录制并没有什么困难。2020年即将亮相的三星 S20 全系列均已经加入了对 5G 支持，虽然现在 5G 网络建设并未全球覆盖，但三星是 5G 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。据媒体 AHS 的报告调查，三星在2019年的第三季度 5G 智能手机市场占全球所有智能手机的 74%。 在2020年开始后，三星还会继续加速对 5G 产品的扩展，而在其他品牌 5G 产品中，中国制造的小米、华为、联想、vivo、OPPO 和中兴的出货量占 5G 总出货量的 17%， 2019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为70万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